珍珠爷爷叫任嘉伦小朋友，大波奇娱乐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，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呀。近日，任嘉伦直播遇到了珍珠爷爷，珍珠爷爷太可爱了，上来就说要和嘉伦学习，还叫任嘉伦小朋友，送珍珠还嫌一颗太少，一定要多给一颗，哈哈，真是太宠嘉伦了。嘉伦直呼珍珠棒，加油加油加油，是谁羡慕珍珠棒了？我不说，小朋友任嘉伦真的有很认真的在给珍珠棒鼓励，属于是从精神层面给到支持了。欢迎在大波奇娱乐界下方点赞留言，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呀，咱们下次再见。